元皇帝拜祖大典典礼现场的所有嘉宾朋友、贵宾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再次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年轩辕皇帝拜祖大典的典礼现场。在待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一连串的所有的精彩的表演，包括了像是皇帝阵，以及呢还有我们非常精致的民间信仰，以及要对我们共同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来致上我们最高的敬意。在待会的时间当中呢，都会陆陆续续的登场，也请各位呢拭目以待。那当然，在我们今年2015岁次乙未的轩辕皇帝拜祖大典，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和平和睦，和平和睦以及和谐，还有同根同祖同源，就是要透过玉牌同拜来共同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轩辕皇帝来致上最高的敬意，以及共同回溯和传承5000年来的悠久历史文明。相信现场所有朋友都已经非常的期待了。那在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呢，都能够一起来期待我们今年2015的轩辕皇帝的拜祖大典。当然这一次我们特别有实况连线，让内地的朋友都可以同步的观赏到台湾地区的典礼盛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拜祖大典的仪节仪轨都是遵照台湾地区最正式的拜祖传统参考古礼来进行，分别呢有许许多多细致的环节，也等着各位一起来欣赏。